啊，有法法搞嘞，无啥物代志吼。无啦。我知影，恁一定咧想讲哦，恁哥哥遮尔啊辛苦，结果我去食下午茶，遮尔啊自私。放心啦，哥我真得学一下。我有替你买点心，我恁去休困者。啊是讲哦，我先甲恁讲，阿姆等下会过来，伊过来若是问起可可的代志。 你是千万爱讲，人有够好势，拢无问题，知无？知啦。若是去阿姆知影，可可才会说走去，迄毋若是我去互骂，等你落出代志呢。阮袂晓袂讲话啦。安尼上好，豆豆享受。 之前听起啊，掠准讲你是啥物三头六臂，真厉害角色，下当甲大家骗甲玲珑西，还佫听唔哦，遮尔要紧在提防你，害我淡薄紧张，惊我应付袂来。也毋过，即摆看起来，嘛只不过是安尼尔，我只好出我一支手。 就会当互你乖乖倒伫遮。你敢拍我？你刚刚伊送来我面头前，我若无拍你，敢毋是受得你可感？你上好莫给我面头前插嘴，我只要画一声，外边的人就入来啊！我就看你敢拍赢伊。我毋免拍赢伊呐，我拍赢你就好啊！我才毋相信我会输你嘞！ 你妈话来啊，啊那无，你随时会无面。你哪有毒啊？像个你这尔好大胆，啥物人唔掠，竟然敢掠我？即马你知你掠唔着人啊吼？啊！你莫话过来啦！乖乖听我的话，配合我就对啦。你两个谁到边仔嘞？莫动着我咯。 既然无我的指示，敢有鸟人放走？是啥物准你安尼做？是我叫因甲人放走的。既然无我的指示，敢有鸟人放走？是啥物准你安尼做？是我叫因甲人放走的。恁两个先出去。是。 吴佳文，是你下令放走的哦，恁奈无经过我的同意安尼做？因为我怀疑因为是一个冲动去伤害着吴哥。吴佳文嘛无遮尔啊无辜，想叫伊是害死甜丁吴佳云的姐姐。妍希，你明知影你安尼讲伤过勉强，就算讲吴佳云害死着甜丁，你嘛无应该牵拖着吴佳文啊。我的心内底。 若是无拄着应人的姊妹啊，我嘛袂遮尔啊凄惨，我嘛袂活到安尼生不如死。妍希，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是掌握在家己的手中，毋是任何人，我都遐尔简单就改变的。你若到即马阁想袂通，而且你利用吴佳文去天华江宏杰，你除了你家己心肝的感觉痛快以外，你敢有得着啥？ 你的内心因为失去天丁，会伤心甲痛苦，敢无因为安尼就消失？无嘛，你共款无法度解脱，你共款甲冤甲魂破条条，这就表示讲你这款的报仇行为根本都无任何意义，敢毋是？当然毋是，那是因为我报仇还袂成功。妍希，我拜托你较冷静咧，好无？
你敢不知道你安尼做，爸爸有外烦恼，爸爸有外心疼。好在在吴佳慧，伊会当理解你失控的行为，伊答应我，无去追究这个刑责。啊，若无这届啊，一定是毁掉你家己重生的机会，你敢知道？我若是无体贴你报仇，我一世人永远拢有遗憾，我重生嘛无意义。而且吴佳慧会这么好心，那是因为伊心虚，因为伊真清楚，我的痛苦是甲伊甲吴佳慧害的。你若是不相信，我会当甲伊抓来你的面头前，予伊清罪一念，是伊甲吴佳慧对不起我。到时阵你就知影，不是我误会伊。也是。我不准你再去找吴佳文的麻烦。一开始，你连抓到的是吴佳文还是 Coco， 你家都无落确定啊！你若是这么冲动，早晚会惹祸上身啊！你是安怎一直维护迄个查某啊？唔对啊，你哪会知影我用吴佳文来处罚江宏杰？而且你搁知影我一开始。我唔知影迄个查某是吴佳文还是哥哥。是你手下甲我讲的。你拜托我找保镖的时阵，我都算准你伫个计划啥物啊，所以我就马上甲因交代，你有任何状况一定要甲我报告。好在我有防备啦，啊无你凭你一个人，别个队友叶丽梅甲赵红杰这对鬼才母子，敢有遐尼简单？你伫暗中监视我，唔管我是暗中协助你，还是放走吴佳文，爸爸拢是要保护你。你敢不知道爸爸身边的外族者？我无及时阻止你用遐尼激烈的方式去对付佳文一个母仔囝。你敢不知道你惹出偌大的麻烦？这对恶毒的母仔囝，无遐尼简单就放你煞。因上好卖放我煞，因为早就拍算要亲手阿英就黄泉路，甲因同归于尽。我不准你讲这款计划，你就特别做妈妈的人，就算你无替你家己想，你嘛爱替你巴肚内囡仔小设想一下。我无法度，我真正无法度，因为我即马痛到到我无法度去想。妍希，你哪遐尼戆啊？骨骼遐尼矮，你是安怎一直要忍入去？因为我唔甘愿。我带来的囡仔，一出生本来会当有爸爸的疼爱，啊，不过却因为迄阵人的利益，爸爸一世人拢无法度感受到父爱，迄款的怨恨，就参就家己我脑的迄口气同款，我痛苦到我完全无法度思考，我痛苦到甚至。想要带我的囡仔去甲伊爸爸团圆，不过我无安尼做，因为我真清楚，我即马唯一活落来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替店长报仇。啊，那安尼囡仔，囡仔对伊来讲，敢无任何意义？囡仔有这种，有这侪怨恨，有替无恨的妈妈。不如我来到这个世界。妍希，凭什么？还这么侪人的人会当好好过日子？啊，不过阿妈、阿姨、爸爸，阮大家，我，甲所有爱天顶的人，一定爱带痛苦甲目屎过日子。我真正不甘愿，所以这个仇我一定爱报。就算讲爱赔着我的性命，我嘛无要紧。那你爸爸呢？你敢有想到爸爸？你敢有想到爸爸若失去你，会偌痛苦？是嘞，你对我好啊，只输一届。爸爸不准你安尼想，我嘛不准你安尼讲。你给我听好，你不是无人来，
你的生命中，不是干那分甲完，你还有爸爸，你那是乌白来，你就是不好。爸爸绝对不宽容你，有听到无？也是。